又去租的房子的那里哈，今天，然后我爸爸跟着过来了，我爸爸跟着过去看了，然后就跟爸爸一起回来了，然后爸爸说的，天马泡酒先要不要再清水先泡一下？你可以先泡一下下，可以先泡一下下，洗干净先去泡，你先去泡个清水，先去泡个几个小时，这些都不影响。但是你不泡也不影响哈，不泡也不影响，不泡也不影响，不泡的话你泡酒的时间泡长一点就可以了哈。凡哥呢？凡哥回他自己家去了。凡哥这几天也很累，一天跟着我，又是看着我妈这个样子，又是在到处在给我找房子。又是到处给我找房子，又是到处在，啊，真的凡哥也是很累的，所以昨天晚上我也让他回去那个啥，今天我也让他回去了。好的，谢谢阿尔，不谢，不谢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不是所有的一对男孩子都对老婆不好的，不是，也不是哈。有的一对男孩子其实也是很会吃苦的，没有去福建。没有去福建哈，所以我今天哎呦，本来说想去看一下阿林，然后看凡哥这么累，让他回去，然后回来我也就没有去看阿林。凡哥不是给你租了房子吗？对的，租了哈，租了，租了，但我这两天都没有去住。我今天过去也是那个啥，说那个多关心一下凡哥。其实的话，我是怎么一个人呢？就是不善于去表达吧，很多东西，很多东西我不善于去表达吧。然后尤其是两个人当着面的话，我也很不好意思。梁山有一半都是这样的原因哈，一半是这样子的原因哈。哥姐们，我跟你们说一下是什么原因哈，是因为哈，就是我们这边就不要说六七零了哈，就是八零后九零后很多都是。直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直接今天相亲今天就订婚了，就这样子的。所以然后就过去就生了孩子，生了孩子呢，很多女孩子其实她生了孩子以后都是放不下孩子的，然后那个男方就会觉得哦哟，反正他都走不了，反正他还是舍不得孩子，反正让他滚蛋他也不敢滚，然后就会导致于这个样子的，因为都没有感情基础的，没有像那个啥一样，拍了两单与付款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没有像我们的，就是说你们汉族哥姐姐一样，可以谈恋爱，可以两个人先去，就是了解，因为没有这个样子，所以最后导致于，就是很多过不好的都是这么来的哈，都是这么来的。拍了两单是吧？谢谢哈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谢谢。你说实在半年了还没有那个过呢，我不会那个的哈。然后刚刚去拍了天麻的哥姐们，你们刚刚拍了天麻的哈，要拿去泡酒的，你们可以去拍一下那个十号链接的单身，然后再拍一下那个十三号链接的那个夕阳生，对，去拍一下夕阳生单身，一起拿去泡那个八加一，还有二号链接的这个，那个。什么藏雪生一起拿去泡酒，真的真的是不要太好了，比你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老白干呀，比你平时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就是五什么的毛什么的，比你喝那个好太多太多了哈。但是但是哥姐们，夕阳生有一点，但是雪生没有多少哈，雪生今天那个啥都只有，因为我今天没有去卖，我今天没有卖山货，今天白天我没有卖山货，然后雪生的话应该有那个几单，雪生的话，我今天去带的可能，我忘了，我看。六斤，不是五斤六两，十单十一单，雪生的话只有十一单哈，雪生的话只有十一单，啊，
这个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葬雪生哈，只有十一单，没有多的哈，只有十一单。然后雪生的话，它是喝着雪山雪水长大的哈。哥姐们每次都能看到哈，我去收山货的时候，要么就是收不到雪生，要么收到雪生也就只有那么几根哈，哥姐们，或者说是那么，要么就是两三斤一两斤，甚至于我有收到过几两的哈，哥姐们。雪生藏雪生呢，是一个高原高海拔的东西哈。是一个后面的香肠腊肉，哥姐们，香肠腊肉在6789号链接哈，6789号链接，香那个什么来着，就是那个香肠，香肠的话是59，然后腊肉的话是49哈，哥姐们，香肠的话是我要肉要自己切自己剁碎，然后自己还要去那个，香肠也是自己打理的，然后灌装也是自己亲手去灌的，所以手工费给大家算进去了哈。和香肠它里面还要调料的嘛，对不对？刚刚拍了天麻的，我们去带一下雪生哈。但是雪生没有几单哈，雪生的话我们要拼手速拼网速的去抢哈，要拼手速拼网速的去抢哈。这样雪生的话，我240一斤收的，然后半斤半斤给大家上，半斤120，除去快递费包装费，一单挣大家两米哈，一单挣大家两米，129给大家上车的哈。它这个是喝着雪山雪水长大的哈，只长在海拔多少的地方。